同学们好，我们这一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inventories and the cost of sales， 就是我们的存货和我们的一些销售成本。这章的话是我们整个财务会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章节，就说的是以后我们理解存货，理解这个 business 他们卖存货，或者是到时候的我们叫做什么 cost of goods sold， 就是我们的什么，就是我们的销售成本，都是要与我们这个存货很有紧密的关系的。所以理解这个存货怎么样计算我的存货的一个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财务会计里面。这章的话主要就是要了解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什么 identify the items making up the merchandise inventories， 就说的是我哪些应该是属于我这个 business 的存货，哪些是不属于我这个 business 的存货，是属于我已经什么转让了这个 title， 转让了什么所有权，那我就不把它作为我这个 business 的这个 entity 的一个什么 inventory， 已经是什么 sold out， 或者是已经卖出去了，或者是卖完了。第二个是 identify the cost of merchandise inventory， 这个 cost of merchandise inventory 就是说的是我现在的这个账面上的存货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不具体包括哪些分支，比如说我把买存货的这个进价钱，比如说我买一个家具，买一个床是多少，30美元，然后的话他现在乱七八糟给我运过来，然后有保险，然后的各种仓储，这个是不是应该算到我的存货里面，还是不应该算，还是直接是当期就 expense 掉，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存货的这个 cost 当中应该包括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哪些应该包括，哪些应该不包括。第三个 analyze the effects of inventory methods for both financial and tax reporting，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存货的话，我们不同的公司它用的存货的这个计价法则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会出现，我们等下会讲的，就是有什么 FIFO， 就是我们的 first in first out， 先进先出。就是我们的存货的话，先买的话，比如说我前几天买的，然后的话现在又买了一些东西，然后的话我现在卖出去的这个存货的话，我先要把这个存货假设是什么？假设是前几天什么先买的这个存货先卖，然后后面买的什么后卖，就是我的存货的先进先出。然后对应的话还有什么 LIFO， 就是什么 LIFO， LIFO 的话就是什么 last in first out， 就是我的后进什么先出，就说的是我后面买的话我先把它什么卖出去，现在比如说我买了之前买了五个存货，现在买了什么五个存货，那我现在我一共卖出去了多少，卖出去八个存货的话，那我八个存货的话就是5+3，5+3的话是哪一个存货先算，就是我们的什么 LIFO 的话就是后面的存货先算进去。好，这些都是我们运用不同的这个存货的一个方法计价法则，然后的话会导致我们的什么财务会计或者是我们的报税的时候的话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什么 cost of goods sold， 就是我的什么存货的成本，同时的话也会影响到我的什么 net income， 就是我的盈利也会影响到。第四点就是什么 analyze the effects of inventory error on current and future financial statements， 如果我这个存货什么就是盘点存货或者存货记账当中的话有些错误的话，那我现在的话我怎么样会去调整，怎么这些错误的话怎么影响我现在的或将来的一些什么财务状况财务报表。然后第五个什么 assess inventory management using both inventory turnover and days sales in inventory， 就是我们要计算两个比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存货的一个管理情况是怎么样子的。第六个什么 compute inventory in a perpetual system using the methods of specific identification FIFO LIFO and weighted average， 就是我们要举例子的，这个就举例子的话就是我们要在什么永续计价的这个系统里面的话，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计算我的存货，包括什么我们常见的三种，就是我的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然后 LIFO last in first out，还有什么 weighted average， 就是所有的每次买卖的话都要把这个存货什么算一个什么平均加权平均值。第七个是 compute the lower of cost or market amount of inventory，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我们存货的账面价值应该怎么样去记，怎么样去调整，我到底是记我的什么 cost， 还是记我的现在的这个 market value， 我怎么样去在会计上什么一个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我怎么样去记录，都是我要探讨的这一章探讨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就说的是我们存货的话，我们在盘点这个存货，哪些应该是记在我的公司的存货，哪些是不属于我的存货。Merchandise inventory includes all goods that a company owns and holds for sale, regardless of where the goods are located when inventory is counted。就说的是什么？不管我这个东西在哪里的话，你看一下，它都是说的是要 include all goods that a company owns 或者是 holds for sale。就是我现在这公司拥有的或者是持有它然后来卖的，然后不管我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是让人家帮我卖的，然后的话也是要算作我的什么存货里面的。然后的话首先 items requiring special attention include，
就是我们要讲一下下面这些东西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出现的话，就是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应该包括在我的存货里面。如果不包括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处理？哪些东西我应该包括，哪些东西不包括？第一个什么 goods in transit，在运输当中的一些货物，这个包不包括？然后 goods on consignment，就是我委托别人帮我卖的这种情况下，包括如果他没卖出去的，然后 goods damaged or obsolete，就是我的什么过期的或者是一些过期的东西的话，算不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什么 merchandise in transit。Merchandise in transit，你看一下，就是我现在的话，一个 seller 或一个 buyer。我现在的话，我是 FOB shipping point，对不对？我这个 seller 的话，我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了，卖给我的 buyer。然后的话，我现在是用一个 public carrier，然后的话来转移这个东西，就是我的 FOB shipping point，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的是我这个 seller，我只管到我的 FOB 这个港口，这个港口在这里，我交给我这个什么 public carrier 以后，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我的什么 buyer 了。所以的话，你看一下，这个是从它是从 ownership passes to buyer here。就是在什么，在我的 FOB 这个 shipping，如果从我的什么 seller 转给我的什么 public 什么 carrier 的时候，好，然后如果它是采取的是 FOB 什么 destination point，FOB destination point 就说明是什么，说明我这个 buyer 的话一直把他的这个东西包到送到我的什么 buyer 的这个什么仓库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seller 的话现在是把通过什么 public carrier 然后来运输的话，然后的话最后到了我的 buyer，就是到这个运输途中到。即将到的我的 buyer 的这个途中，所有的这个开销都是由我的什么 seller 来 cover 的，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什么 FOB destination point。所以这个时候发生的什么这些 transportation 费是不是应该不包括啊？因为这是应该包括在我的什么 buyer 的账面上。好，所以的话我就说的是 merchandise is included in the inventory of consignor or the owner of the inventory。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一，我们现在接下来看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委托的。首先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Merchandise is included in the inventory of the consignor，是什么意思啊？就说的是我 A 公司，我委托 B 公司帮我卖东西，对不对？我现在是两者之间是一个委托的关系。我委托的关系的话，我如果这个委托是个存货的话，还没有卖出去的话，这个时候还是要把它算作我的一个存货，而不是这个什么，不是我。委托方是我委托的这个方的什么他的存货一定是我自己的什么存货。Consignee sells goods for the owner，这个 owner 就是什么 consignor 就是说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拥有存货的，然后我现在来帮我卖，对不对？然后 consignee never reports consigned goods in inventory。就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受委托方的话，我永远是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我只是把什么一个代卖，我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我只是代卖代寄存。所以的话，这些存货永远都是在我的什么，在我的我拿到存货的这给我存货这一方，就是我的什么 consignor，就是我的什么，就是我的委托方，是一定是他们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什么存货，在他的存货系统里面。然后 damaged or obsolete goods are not reported in inventory if they cannot be sold，就说明什么？这些什么被破坏的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什么过期的、过时的这些东西的话，如果它不能再被卖的话，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是什么不能把它作为我的存货的，一定要把它减去。Cost should be reduced to net realizable value if they can be sold。就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过期、过时的东西的话，因为现在它将来是不能被卖了，可能会有一点残值，所以现在的 cost 的话都一定要减少到减减减减低到，就是我现在的什么我可以实现的这个什么 realizable value，它可以做卖的，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市场价格。然后来看一下，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哪些东西违法记作我的存货里面，哪些东西是指我的存货的一个什么 cost，哪些东西不是我的 cost，而是我直接要把它什么 expense 掉。Include all expenditures necessary to bring an item to a saleable condition and location。这个是描述的，其实挺健全的，就说的是所有的这个开销，他们这些开销是用来这些开销是什么有必要的，有必要干什么？就说的是 bring all an item to a saleable condition and location，就是把这些什么，把这些 item 到达一个拿来一个，把这些item 的话作为一个什么，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存货。运到我这个卖家的卖方的这个仓库或者 location，或者达到一个可以去出售的这个什么 condition 的情况下，所以发生的费用都是我的什么存货成本。所以的话，你看一下 invoice cost 就是什么 invoice cost 这个存货的成本，包括什么 invoice cost 加上我的什么 shipping，加上我的什么 storage，然后加上我的什么 insurance，
然后再减去我的什么 purchase discounts 或者是 allowance。这个时候如果是我是什么，比如说拿到了一个什么折扣，比如说我现在付款找付款的话拿到一个折扣，这个时候的话这些 allowance 和 discount 都要减去。然后就说的是主要的三个就是我的 shipping、我的 insurance 和我的什么 storage 这些东西应该包括在我的存款里面。除此之外的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的话，都应该是当期要进行一个什么 expense 化，费用化。好，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什么 a master carve 就是我的什么，就是我磨刀具的人。A wooden bird operates her business out of a garage at the end of current period. The carver 就是我的磨刀女。这什么 carver 的话，就是说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磨刀 carve 就是我刻雕刻。如果这是什么 carver，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雕刻师什么的都可以。Has 17 units。然后 in her garage，但是我 17 的话，three of which were damaged by water and cannot be sold，就是我现在来讲的话，这个17个窿当中的话，3个的话是被什么水污染的破坏了，还是不可以也被卖，excuse me，不可以被卖。所以的话，首先我读到这里，我觉得什么，减去我这个3个因为被污染的。The distributor also has another 5 units in her truck，就是我 distributor ready to deliver per customer order，什么意思？就是我的什么分销商的话，它下面还有多少5个？这个5个是我什么 consignment 让它出售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5个应该包括在我的一个存货里面，所以你看一下加5。同时的话，你看一下 ready to deliver per a customer order terms FOB distillation and another 11 units out on consignment at several small retail stores. How many units does the curve the cover include in the business period and inventory?你看一下，它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它还有一个什么 another 11个什么 units out on consignment and several small retail store。这个是在这个是 retail store，但是我有没有其实把它卖出去是没有的。这个什么是谁出具一个什么 consignment，就是我的，这是把它寄在这些 retail store 当中去卖的。所以的话，这些东西还是属于我的什么，这个11个还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存货，所以加到这个11加11个起来，就一共得到了什么30个什么存货 units 的存货。给大家通过这个简单例子去说的时候，存货它怎么样去算，我的一些怎么样去存货的什么 inventory in transit inventory 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我们叫 inventory transit in transit 以外的，第二个就说的是什么 inventory 什么 on consignment， 还有一些 goods damaged or obsolete 分别该怎么去处理，就是我这个道题的一个讲的一个核心。我们来先看一下下面道题，下面道题就是讲的，就是说的是我存货的这个成本怎么算。你看一下 ，distributor are the artistic iron based fixtures acquires a piece for 1,000 terms FOB shipping point， 就是我 FOB shipping point， 就是我的什么，我在我的 seller 转给我的 public carrier 之前的话，我这个 seller 的话就说的是我已经不算他的一个什么费用，就是我这些都是我 buyer 来 cover 了。然后他现在的 invoice cost 是1000块钱。Additional cost in obtaining it and offer it for sale include 多少150块钱的什么 transportation in 包括，然后现在来讲的话，我的 initial cost 是1000块钱，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呢，出现了一个把我这些东西获得到我的存货仓库里面的话，它还有一个什么150块钱的 transportation in， 就是我的交通费用，300块钱的 import duties， 那我肯定是因为我不交这个 import duties， 我就达不到，不能把这个东西运到我的仓库来，对不对？还有100块钱什么 insurance， 那这个也是要加入我的什么。加入我的什么 cost 里面，因为我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需要买保险才能保证我这个货物完好无损的，然后运到我的仓库，然后 200 for advertising， 这个200块钱需不需要算？我做广告的，是不是相当于是我的什么销售费用了？我到时候的话，我卖出去了以后，这个是200块钱的 advertising 广告费用直接抵消。50 voluntary gratuity， 这是干什么？这是我付了一个小费给这个 delivery person， 那我肯定这 personal 的和我愿意可以掌握的这些费用肯定是不可以扣的，因为那不然得了，那我随便给人家多给多小费，我来抵减我的税，是不是？然后的话，这个运输工人恰好又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什么朋友的同学等等的，乱七八糟的都会很容易被什么被，就是被大家会什么被这些什么被。这些人所利用，然后75块钱的话 ，for enhanced store lighting， 那75块钱是我提高我这个什么 store 亮度，那肯定是不算的。250块钱 for sales staff salary， 这些什么 sales staff salary， 那应该包括在我卖东西的什么 SGA， 就是我的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所以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我只用算到多少150块钱的交通费用。然后300块钱的什么300块钱的税，然后100块钱的什么保险，对不对？
然后它就不算了，就是你看一下，1000块钱加上150块钱加上300加上100，就是我所有的这个费用。然后就是我整个的这道题的看，就说的是我这个题的话怎么样来处理，就说的是我怎么样来算我的这个存货应该包括哪些东西。通常情况下我们说到的就是包括我的什么 insurance，然后 transportation，还有一个什么 duties，这些都等等都是属于的。